早安。还有2分钟才过9点，算我准时，当然算我准时啊！先不开视讯啊，先吃个早餐，边吃早餐边练个等级，练完之后再吃。昨天是，玩到哪？哦，到第三个这个休息小站，对不对？正体を見せろ。早安，早安，各位。よし、こちらの先生だ。疾風が弱点だ。风属性，他怕风属性。风属性是我有吗？ペルソナ。ペルソナ。分つ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この状況は。いただいていく。いいな。ペルソナ。好大。擅长压线的。哦，这镜子好多哦，变24点呢。把血补满一下。他这个潜行的方式很白痴，可是
ちらの先生だ。じゃあダメだ。このつ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そうじゃない。他有枪过是不是？这家伙有枪过吗？没有，他是火锅。火弱，这是近战武器。啊，靠北，我忘记改回我的 Pelusona 了。那这个用 Rush 好了，应该没关系。29滴。哦呦，靠北。应该没事吧？他被打晕了。哦，他的冰冻其实蛮痛的。因为那个信用的 Pelusona 是火属性的，所以刚蛮怕冰的。嗯，反正我这样拿了好多道具哦，到时候可以拿去卖一卖。暴いてやる。何者だ。先制攻撃チャンスだ。行け。ヘルス。いやダメだ。靠背哦，他们也这么会用 weak 啊？よし。まあこの武装好大哦。さて、先を急ごう。啊，不对，我忘记。那这个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捡的东西了，哎，而且这里有，这里还有路哎，不知道这能不能开，感觉不行，哎，可以，这是哪里？哦，这什么东西？这本书是什么？嗯，既然如此，干脆拿走。奴隶之书，哎，这是钥匙哎，他刚写的是钥匙哎，还好我有找到这本书。哎呀，他怎么说突然冲出来了？差点没有用到他，我靠，一次四只。他们怕的是什么去了？我有点忘了，再看一下。风弱，应该可以直接躲吧。风弱，他有风对不对？加尔有风，打死给点哟。来一个。谁跟你本本啊？他刚刚为什么会重生啊？还是因为我拿了那个本本，所以他突然跑出来？开门。看清楚，看清楚。这是要放奴隶之书才可以吗？シャドウがいるよ。どうする？おい、これ。圆形的凹窟。よし、行こうぜ。不是就是我的那个吗？找到。哎、欸。研ぎ澄ませ。あ、
ードを発見だ。暴いてやる。我以为是我刚刚那本书可以 放在那个凹槽里面，原来不是吗？等级越来越高了，嗯，这家伙要怎么打？他怕火，没错吧？没错吧？怕火吗？怕火跟电，那就用电好了，反正我的这个8+9它的 SP 也还够。啊，按住靠背，不想让他们那个。给我钱。他给我多少钱？我没看到，感觉应该没多少。噔噔噔噔噔噔，那边也有路。这个吗？这边有一本奴隶之书。怪しいな。很在意的东西全部都拿走，是不是？王之书，这是另外一本书。王之书，人之初，不好意思吗？这里面应该也有一本书吧。啊！哎呦！吓死我！怎么突然跳出来啦，大哥？不要讲好不好？不要讲好不好，大哥？大早还没有睡醒啊，不能那么轻易的受到惊吓。さて、手応えねえな。王妃之书。那一本奴隶之书，这个王妃之书，还有这个王之书，三本书嘞。看看那个门打不打得开啊？还是不行。宝箱发现啦！きっといいものが入ってるぞ。正体を見せろ。每次都被我吓到，有吗？我很少被吓到哎。我的 SP 其实快不够了。
哼，有余的嘴。宝箱，哇，要还要一个锁才可以开。凡的名字啊，魅惑人偶高卷性，放入这里试试。王妃之书，这我懂啊，就这么简单。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守则历史英勇传。是这样子吗？不知道那个是放奴隶还是放那个其他一本。啊靠北，错了错了错了，这个要放，可以把它拿出来吗？啊靠，不能拿出来吗？放错了，把它先放错了进去啊。重新来过 ，OK。重新来过我就会了。我们学校男生的书，这个放奴隶之书。喂，早安呢、啊？出去一天，出去一天的话就是多拿那个箱子而已嘛。就是、有没有拿箱那个箱子？不知道有没有用，晚一点看看。我应该是要多做几个再进来啦。哪里？听说还有另外一栋，是不是？天哪，这里是处刑台吗 ？Oh my god！ 天哪，好饿哦，这里。Holy fuck！ 这么多处刑台，然后全部都是林警的照片，这人真的真心恶哎、欸！鸭翅田金牌哦，刚刚那个东西可以拿去放在圆形的那个里面，还有一张地图，另外一张。还有一半距离，好远哦！反正我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我就……不错了。或者是我找下一个，找到下一个安全锁之后也行。我们到了东莞别洞。有安全小屋。这里是可以这样快速移动，是不是？
是可以快速移动的，没错。我升级了吗？我升级了吗？升级在哪里看？トギスマセ。トギスマセ。七等的，去看看那个可不可以合。何かご用ですか？感觉应该是真的要出去一天比较好。構成は順。囚人を正しき道。やめるのか。見るのですか。登録を行うのですね。本当にいいのですね。本当にいいのですね。本当にいいですね。あなた、落ち着きが足りないよ。囚人を正しき道へ。刑を執行する合体です。可以把凯尔皮跟不行耶，那把这个跟这个合起来，变成玄武。OK。なるほど。これは強いペルソナ。这个玄武长得也太奇怪了吧？管他的，他是有念属性的耶。継承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囚人。え、不是、他是冰属性的。也哈。把哪一个继承起来？吸血、恶魔之柱、恶魔之柱继承起来了，还可以再继承一个。吸血。也哈。咒属性的把它吸进去。先做再说。他的这个融合看起来真的史上最可怕。吾乃玄武，探りましょう。過度な力は破滅を招きますよ。哦，这有没有那个？差超多的，有没有羁绊差超多的？难怪大家都那个，上床睡觉，我可以返回床上睡觉，是不是？不是啊，我是，啊、不是靠北。せいぜい上がけよ。我要从异世界直接走出去吗？走出去，返回一点。好吧，我们回去好了。我们回去把那个，我们回去把那个钥匙做一做。我重新挑战吗？早安呢、啊？这么多、啊。半哦，我过了那么久才一半哦，难怪大家都说这一代的那个迷宫系统很神，很多很多，反正到五月多才那个嘛。啊！
想要钱自己赚，所以有时候还需要去打工的人。我想要做那个啊，我想要做那个开锁工具。不是吧？我连这样上去都不能做开锁工具哦。有点麻烦。ありえねえよ。书本的话，图书是可以，哦，所以要去那边读书。我喜欢书。哦。还有书店。所以等于说我今天要用探索的，然后探索到回家才可以做东西吗？始めようか。年轻的男性教师，你是这个生物老师植田，我也一样。闭嘴！来做个小测试吧，干嘛？試してみよう。那边的你看着这个图回答我的问题，又不是我吗？干嘛？点 A 以直线连上点 B， 我拿个尺量一下哦，等我一下。当然是 C 啊，还是两个都连不上啊？是不是两个都连不上啊？它的直线根本没有连到啊。啊！会阻挡吗？他的纸，他的线呢、啊？这样子要点起来是不是？我以为他是说，我想说他中间明明就没有连起来。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要重读了，我要生气了。我想说他是连到 C 啊，可是我想说他该不会这种题目有陷阱吧？哎，你看，聪明的人就是会想太多。OK， 我要阻挡啦，你不要吵啦。谁知道他想的是怎样啊？我要阻挡，阻挡怎么点？可是我阻挡要阻到那边去，哎，有点麻烦。我阻挡的话还在那个里面，哎，天哪，我还在鸭子堂殿堂里面，我怕了。睡觉前应该要那个了。这样我要再重新再合成一次。哭了。那题跟生物有什么关系？哼，这你就不知道了。绝对没有关系。登録を行うのですね。登録するのですか？想要从梦境。管他的。就用吧。囚人をたさあ、刑を脱退です。強力な力を引き継ぐ技能を選びなさい。新たな力を授かること。なるほど。直接跳过好了，反正刚看过了嘛。
やめるのか終わりですか他的配音他的配乐真的棒耶せいぜいあがけよ配乐动画这些都很棒结果题目就换了不要吧兄弟我就是想太多别吵别吵我存档了我存档了看起来这辈子都教不到啦不要在这边吵了还是多看点书吧孩子中央大街上也有一家书店然后图书馆也可以读然后有玩过的可以跟我讲嘛就是所以我如果要做东西的话我今天要先探我要回家做东西的话今天要探索对不对試してみよう这题太难了吧点 A 直线连上的到底是点 B 还是点 C 呢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猜是点 C 吧これだ そうか君も やるじゃねえか真是太简单了吧知识又加一了兄弟他那个一直往上读读读是要读什么不是不是我说所以我今天去路边不是我不是说去迷宫探索我是说我在那个随便的地方做就是去交友干嘛的今天就是升级我的个人特质好那我今天不要去迷宫就好了还没决定好他说他要跟我去锻炼一下身体简直就是卡帕普莱的今天要去殿堂吗然后决定牙志田老师非常生气三岛由晖那可就完蛋啦这个这两个女人上次讲什么化妆品的按摩油喂就我要去做开锁工具可是我开锁工具要什么材料啊我看一下我没有等一下是其实我根本没有开锁工具这样不是很智障技能卡深思用深思就可以做对不对如果刚刚可以做哦还要白铁固定锯嘛这两个应该可以做五个吧不应该可以做三个吧我记得是这两个先不要跟他讲话这样子光明正大找我搭话我很头痛啊抱歉为什么我没有在意三个都可以选啊我在外面的探索可以探索多久啊在干嘛？十三，我会什么？他该不会也进得到异世界里面去吧？
所以意思就是因为他大家都进入到异世界去，所以有些人的内心被掏空了吗？是这样子吗？天际之道是，生徒之道是，买书早上坐电车可以看哦。没有没有，先尿个尿先。像这个行动应该就会有限吧。图书馆是在二楼还是三楼？然后这种路边的讲话应该是没差吧。图书馆里面借个书。好，教我怎么用。可以借书啊？借书要还吗？他不愿意让我用。这是谁啊？外表认真的女学生。SF 小说，他是意思就是叫我借一本 SF 小说，懂了。你看旁边的人说，旁边的人说他借了一本 SF 小说，对吧？我要借一本 SF 小说，小说在哪里？日本文学，对不对？我怎么借书啊？那个梅亚是可以爬的，懂了。借书，现在借书的只有一本《大怪盗亚森》《海盗传说》，全部都是一堆。好，先去买东西，就是这样。我进来这边借书，那我借这个亚书好了。那我先不要在里面看，这样就不会拖延时间了吗？所以我回大街上面买东西 ，OK。然后我这边全部弄完了之后，回家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做道具吗？哇，垃圾！你要骂的。喂，你指什么？还有卖什么？昭和面包，还有卖完了的炒面，面包卖完了。它可以解除饥饿状态，120元。诶，是不是这个东西比较便宜？他说什么星期五什么？星期五，星期五才有卖，所以我们要等星期五再来买。实习大楼。自动贩卖机有卖什么？哦，终于可以买东西了。给我看一看那个，没什么用，不想买。那我去大街好了。因为我可以用快速移动，对不对？算了，没关系，慢慢走。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人可以讲点什么话之类的。你好啊，秀熊改成胖熊，肥猪炸弹攻击，先推哪些科目？可是像我刚刚那个，他也不行，他也不能那个啊。我要去。我是要去中央大街吗？
欸、他们躲在这里。我要买，我去书店看一下好了。欸、书店是这间吧？太平堂书店 ，OK。人气书籍是这几本，你可以全部都买吗？反正我钱那么多，不急，不怕，全部买一买。你说早上可以看是不是？好，全部买一买。我就是个热爱读书的好好小孩。爸，牛洞书店啊，这间是什么 ？Scarlett 租赁店。这里不能让我进去，所以他要我买，我要买一台电视机才可以进去，是不是？你是谁啊，兄弟？每到晚上就会有奇怪的西装人在这边。哎，囚禁，お待ちしています。又逼我进去，我不是才刚进去过吗？我不要。啊，我被踢进去了，白痴。可以不要那么凶吗？哦，那是租 VOD 的，是不是 VOD， 租 DVD 的，是不是？只有20000多块，有需要现在买武器吗？感觉好像也不用，因为我觉得武器就没有很需要。哎、欸，这边是可以运动的店，就是健身房。健身房应该是，啊，我想夹娃娃耶，我就夹个娃娃好了。有哪一台可以玩？都没有吗，兄弟？兄弟，怎么是吧？夹娃娃店，然后只有饮料机可以买而已。哎呦，这个会胎盘精华水是三小啦。对比机啊，对比机看了也不给我对比，兄弟。这里面什么都不能做啊，是我现在还不能玩是不是？好好好好好，不能玩。红剑口香糖看看啊 ，burger， 这边是汉堡店，那这里又是什么？啊、这里是可以下去的店，破音了，肯定会被女生厌恶的。女生像是棉花糖一样纤细，相对的。很好的对待就会变成真的很可口，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这群真是恶心，不要跟他们，不要跟他们那个一般见识，还是我比较有这个字懂这种啊、哦、还有 cinema 呢，电影院呢，为什么进不去？おいおい、よく考えろ。搞定压制田才可以去电影院，还有这个药妆店，卡姆是什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个钥匙都好多好多副作用哦，会让攻击力下降，好多下降。啊，这里面是可以吃什么？大爆炸汉堡的 Big Ben Burger， 原来是 Big Ben 啊。どれにいたしましょう？限定地球汉堡，为什么他也是回复二十 HP 呢？这也是回复二十 HP， 不买。Communication， 那我来看看这个牛洞这边卖的是什么。所以我书也买好了，那我可以走了，对吧？站前广场有什么啊？我要去买 Lotto 7，我要去买 Lotto 7。欺负木聪代言的兄弟，不能多买几个吗？好，一周后的4月26号，没问题。Lotto 7。地下通道有什么好东西？他是谁啊？怎么有个浪浪在这里？不是有句话威胁我的，今天也许就是你的明天吗？他为什么不理我？跟他羁绊不够高吗？这是干嘛的？这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对，上去。中了乐透之后，就算被退学没关系，当然呢、啊，合理啊。游戏中心。车站地下街商场，哎呦，这个底下我还没有看过哎。反正都先逛一遍之后，到时候要干嘛都知道。Body Shop 哦，限定回复油太贵了吧？名牌香水，这个肯定是拿来把妹用的，把妹的时候用的。我现在很穷，先不要，危险的。这是什么饰品店？我的妈呀！学生也买得起的饰品，你跟我说这个买得起？好啊，好啊。还有花店呢。桌面用小仙人掌，软木树，还有钻石跟扇子是怎样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天哪、啊！对不起。那扇子是干嘛的？欧米亚给吗？ゆっくり見ていってください。包书皮、玻璃花瓶，这都是拿去卖，都是拿去把妹用的。后面再来看，那这是什么？知名 CD 特价中。KGB 四九是什么 ？AKB 四十八的那个吗？这都是送，这都是送的。那这是什么？这就真的是欧米亚给了吧？这是欧米亚给的。好，这样这边也来过了，还有哪里没来过？他说那个有蓝色标记的是代表有人可以帮助，是不是？是他吗？不是，这是超。よく来たね。综合坚果，这怎么都这么贵啊？
看不买，怎样怎样？不然你给我钱啊！莫名其妙呢。哎，为什么这两个人又还在这边？啊，这里这个拍，这是什么东西？拍片场，这里怎么也有电影院呢？很贵好不好？哎，补多少滴血而已，要我这么多钱，莫名其妙呢。这个还有什么打击练习场？可以跟人提升羁绊。这是人中之龙是不是？好啊，来啊，来啊！怕你。我超级强，拜托。左操纵杆可以调整球棒的角度。没问题，按下圈，没问题。哎，やれやれ。喂，娜娜，よし。娜娜。没事，还是有加分。打完就要回家了，是不是 ？Oh my god！ 我该探索的都探索完了吗？そうだ。叫我收房间，哎，又是你。不怕不怕。刚又忘记存档了。那，我先做这个。哟，还是一次只能做一个啊？该不会一次只能做一个吧？どうだ？还可以再做一个。进步了，进步了。よし。さてと。又要睡觉了。我还没有整理房间呢，兄弟。哇，这游戏真是告诉大家说，这人生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要读什么、啊？读哪一本好？大怪盗亚森。今晚我将会收下梦幻钻石，上面这样子写着：亚森罗平。靠北，原来是亚森罗平。娜娜。这样不错哎，不会浪费这个时间。等于说就是你有多一件事情能做。这个月买太多衣服已经没钱了。车站里的那本情报杂志很有用。OK。有。要是能有这个轻松的赚钱机会就有了。我有啊，当然有啊。想要活动资金。没出去，可以去打工，不是很想去。我靠，这节课是牛丸的课，抱歉，我先关了。赤井牛丸，
信怎么不见了？今天他不在。他们两个怎么每天都在讲同样的那瓶限定回复油啊？所以这些人应该没什么。所以我一样可以，靠北他们在这边干嘛？なんだ？胸部的棒浪机啊，胸部的棒浪机，我要去哪里才可以卖东西啊？商店吗？这个东西是有，他是说，武器店才可以卖，是不是？这里还有好多东西哦。刚我是看到什么？多国籍料理店，但是不能进去。这洗衣服的店，想清洗要带脏衣服，所以我要拿着脏衣服才可以。所以这边应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废品回收店，欸，可以买电视，欸，那我要买电视。DVD 播放纸跟电视，哎呦，不错哦，真好真好，这老伯人真好啊，人好人好，人人人帅心好啊。你好啊，どうも。想要那种药？因为某个原因。等一下，不是啦，我该不会像看完啊，看完医生之后又要睡觉了吧？哎哎哎！どういうつもり？他怎么把门锁起来了，兄弟？不是兄弟，小姐姐，别这样。那东西可不便宜。没有找打工吗？不给我就不会回去。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信心吗？要做吗？什么样的协助？凶怎么凶啊？那麻烦我试药，不是吧，兄弟？人体实验，
めるの？出事了，一口气喝了吧。好热，医生，我怎么这么热？我怎么还在这里？医生，你对我做了什么事？あの後のことは覚えてる？还记得那之后的事吗？我不记得了。我做了什么？その様子じゃ覚えてないね。一度はね、昏睡から回復したの。でも検査してる間、ずっとぼんやりしてて。医生、我还是个高中生啊，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啊，医生。普通、あんなの飲む？バカとしか思えないけど。はいはい。ちなみに倒れた原因は味だよ。倒下的原因是靠背哦。異臭が発生するの。シュールストレミングみたいな。まあどうでもいいか。你是做了什么恶心的东西给人吃啊？今度は私の番でしょ、取引。それでわざわざ起きるの待って。你要拿出你的什么？私のオリジナルの薬ね。あんまり他言は厳禁。当然。じゃ、取引成立。ここに来てくれればいつでも種類もそのうち懂得越来越多 ，OK。所以就是我每天就是需要。喂？为什么突然要回到现实啊？あれほどの怪盗行為。身体的な回復手段も用意し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どこで傷を癒していたの？もしかして協力者でも不能跟他说啊。我们答应武健医生说不能跟别人说的。調べればわかるのよ。你怎么可以说出来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は何時？哦，没事没事，我跟他获得了羁绊。何時？ここに新たなるちぎりを得たり、ちぎりはすなわち囚われを破らんとする反逆の翼なり、我死神のペルソナの生誕に祝福の風を得たり、自由へと至るさらなる力とならん。哦，他是死神呢？他居然是死神。よし。下次什么时候能进能来试药？十多岁的小白鼠。あなたの受験のためにお薬を提供。新薬。もう動けるでしょ？今日は帰っていいよ。医生真正。じゃまたね。勇气还可以增加是不是？可是今天又要过了是不是啊？这磨练要磨练几次，它才可以升级啊？那我再回去再……谁打来的？真的吗？加油！有时间吗？买了那个破旧电视，耶！还可以跟他加深情感情，是不是？聊聊。你要问我什么东西？哎，我这样是不是回去又不能整理我的房间啦？在学校怎么样？没惹出什么麻烦吧？没有。それならいい。おごしってのはな。每个月提
提交两次报告。无法抗衡的秩序跟权力存在。一人で勝手に乗たれ死ぬならまだマシだ。世の中にそんなバカが増えねえように。他又要走了是不是？どうした？あ、分かってるって。いつものやつ。他到底晚上都在做什么啊？他晚上都在做什么、啊？それ、好想知道哦。見てのと、お前が手つ。ほのせるじゃないの。ただでとは言わねえ。コーヒーの入れ方。教我泡咖啡。好像很有趣。よし。距离缩短了一些。是这样子吗？哦。我也获得跟宋智郎的，跟宋智郎的这个羁绊了。怪盗団とは言っても、しかも君が怪。他知道我是怪盗团的一员。あの喫茶店。是我的协助者。我は何時？我は何時？何時な我？南京南南京南南京南南。ちぎりはすなわち。南京南我れ。我れ南南京。南京は我れは南京南南京南我れ。祝福の風を得たる。自由へと至るさらなる力とならん。他是什么？教皇？为什么他是教皇？よし。じゃ、帰る。